弟兄姐妹再次回到神的家，他是仔仔，他是雪琪。我们今天会为你们带来更多西外系的资讯。祷告的时刻，你们脸带笑容，跟你们身旁的人微笑说 ：“Welcome home。” Welcome home。嘿，仔仔，你觉得我们要怎样才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棒的领袖呢？我觉得要具备这个，要具备那个，还有别一个。那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来参加我们的领袖训练班啦。对，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各位领袖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来临的星期天中午一点，在 Altree 有各个服事单位的领袖训练班。是的，在领袖训练班当中呢，我们分别赞美敬拜、讲道、带奉献，还有破冰游戏。透过哥哥的训练班，让我们可以学习在小组如何的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好。Amen， 凡在小组服事的弟兄姐妹务必出席。到时见，仔仔，要记得我们星期日的约定哦。我几时约了你？大美，你可不要问，我可没约了他哦。我不是说你约了我，而是我们约了神。对了，弟兄姐妹 ，GYC 兴奋又疯狂的遇见的祷告会，同样在这星期天下午3:30在 Altree 等着你。对，持续的祷告可以操练我们的信心，同时也更加亲近神，更加明白神的心意。Amen。各位弟兄姐妹请注意，对，想要迈向成功的道路吗？就千万不要错过以下的活动哦。我们在11月27号星期六晚上7:30在 L5， 也就是第二堂聚会，我们将进行一个成功秘诀系列的课会。当天会有黄中秋长老为我们分享成功的力量在于哪里，引导我们进入卓越，迈向美好的人生。哇哦， I'm crazy young Christian。 知道了，你都把我们吓死了。各位，如果你们好像仔仔这么火热，这么 crazy， 就要参加 CYC 最刺激的活动哦！哇哦，期待已久的新世代生活挑战营又回来了。对，这次的营会会分为两批，第一批是11月30号到12月2号，第二批则为12月2号到10号哦。我们将于中午1点在教会集合出发，地点将于云顶的平安院。对，超值的营费80令吉而已，原价为120，不过我们感谢 FGA 赞助我们40令吉，营费包括住宿、交通和膳食。紧张刺激的团队活动，体能与智能的挑战，激发大家无限的潜能，带领我们拓展未来。各位 CIC， 你还在等什么？赶快向你的组长报名哦，名额有限。别忘了交上你们表格的同时呢，也缴上你们的报名费哦。对。弟兄姐妹们，我们下个星期的聚会将分为第一堂和第二堂来举行哦。对，如果你是中学生，我们欢迎你参加第一堂5点的聚会。如果需要交通，你只要联络你的组长，就可以安排再送。如果你是大专生、大学生、各行各业的职业人士或专业人士，我们都欢迎你与你的家人来参加我们第二堂7:30的聚会。对，我们非常期盼今天第一次参与我们的新朋友能够再次的回到我们的当中。GYC 一次的欢迎，永远的欢迎。哎，你买了30岁之前那本书吗？我还没买哦。现在什么时候？你到现在都还没有买。你冷静点，你冷静点。虽然我还没买，但我知道聚会过后呢，我们能够在 CYC 的档口购买得到。哎，你早说嘛。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在腓立比身上学习如何扮演好在教会服事以及家庭中的好角色。如果你还没有满30岁之前，大腿结束后，你可以到 CYC 用餐地点百事的档口购买哦。同时间，我们也会销售圣经，圣经会有分成两个版本，一个是圣经新译本，中文版是30令吉，以及圣经新译本中英对照是64令吉。耶！我们把神家里最新的资讯都带给你们了。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